救场作战。今天是个修炼的好日子。那是。别撞我，别撞我，我从小就是乖宝宝，我什么也没干，我只是路过的，路过的。啥也没干？那你好端端的跑什么？你追我，我当然要跑了。这你不是苍蝇？苍蝇？刚才废旧场的那伙苍蝇一直在追我。他们为什么追你？跟你有关系吗？这……开个玩笑，我被追是因为废旧场的苍蝇最近抓了一些昆虫，他们强迫那些昆虫们干活，还逼着他们去收集武器。快走，别偷懒！我本想去救他们，但是却被苍蝇守卫给发现了，他们一直追我，还打了我一顿，所以。我以为你跟他们是一伙的，太过分了。这位大侠，我看你身手不凡，又一身正气，难不成你是想去救被关的昆虫们？没错，怎么，你要劝我吗？不，我要跟你一起去，消灭坏蛋是我茂茂的志向。你不害怕吗？我猜你就是蛋壳侠吧？正是在下。有大侠你在，我还怕什么呀？嘿嘿，我叫茂茂，带上我吧，大侠，我对那里的情况了如指掌。不行，那里太危险了，而且你走得太慢了。哇，还好我的百宝颗粒什么都有。等等我呀，大侠。你怎么还是跟来了？我担心你呀。士兵过来了，我去打晕他们。别去动，别去动。看到那个红色装置了吗？只要他们一按，这里所有的苍蝇都会赶过来。这样啊。有了，我们可以利用这株蒲公英，借助风势飞进去。对不起啊，我有点植物过敏。我还是自己去吧。别啊，大侠。有了，要不试试这个藤黄。抓紧了。小心，那边有苍蝇。要是特康府老板这次攻占不夜城成功，咱们以后就能吃香的喝辣的了。那是那是，竟然想统治不夜城，特考部的野心还真大。等救出昆虫之后，得去通知熊大他们。嗯嗯，我们走。大侠，等等我。大侠！大侠，大侠，你怎么了？大侠，你快醒醒啊！醒醒啊，大侠！这个大侠也太不靠谱了，这个时候睡觉，没有大侠，我该怎么救他们呀？大侠，你快起来呀！要不再找一个大侠吧？现在大侠遍地都是，蛋壳侠不行，蛋黄侠一定可以。武器收集完毕，报告老板，可以去不夜城了。出发。是。
才来这儿的，我不能抛弃他，我要跟他一起去解救昆虫们。能找到他们呀？啊！找到了！我是来救你们的。谁？咱在做什么？你是干什么的？我这是……快起来！啊！快起来！住手！站住！好疼啊！这回看你往哪儿跑！饶命啊！刚刚是谁打我？邓可侠。快，基地有情况！呀！大侠，你太厉害了！哎，不足挂齿。啊，无人机的声音，莫非是特靠谱？我去看看，你放他们出来。大侠，你的武器还……邓可侠，给我打！是。刚刚那顿操作简直太帅了，唰唰唰唰唰，几下就把那个会飞的铁疙瘩给打下来了，我真是太钦佩你了。大侠，谢谢你救了我们。你们要谢就谢茂茂吧。你们都是大英雄。就是就是。对了，有这个贴纸的手电筒，你们见过吗？没见过。这是，哎，我见过，在哪儿？我说不清楚，我给你画个图吧。太好了，茂茂，多谢。大侠，你是不是要去做什么大事呀？带上我呗。你看，我可没给你拖后腿。这。可以是可以，不过耶，太好了，我马上就要成为大侠了。我该给自己取个什么绰号呢？不对，我得先经过我爸妈的同意。出租虫，去闪电蜗牛村。等我啊，妈妈。哎，我得走了，你们也赶快离开这儿吧。嗯，大侠保重，再见。后会有期。竟然把我的武器都弄坏了，不过缩小手电筒又出现了，得到它作为武器，这一切都无所谓了。我一定要拿到那张地图。